看看吃酱多多体重的变化。再来一个肉松小卷，哇，这好香。香葱双拼卷，小葱葱蟹柳好像是，这边好像是蘸黄的。这真的好好吃，这个好香。今天的最后一口，那我们今天就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Tomorrow 上涨2.7斤。